那么我们最常用的一些塑料的话，包括 PP、ABS、AS、PS、亚加力、PC、尼龙，还有 PLM 等等，PBT、PET。那由于不同材料种类之间性能差异很大，即使同种材料，不同的厂商、不同牌号以及填充物不同，它们的性能也是大不相同。因此，要想详细的去了解每种塑料的性能以及具体的用途。那么我建议大家向材料供应商要求详细的材料性能测试报告。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多的去叙述。那好，这一章的内容就讲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